11月17日，张雨绮经纪人杨天真小姐宣布张雨绮喜获龙凤胎，并晒出了宝宝们的满月照。照片中，两个宝宝靠在一起，安静的睡着，露嘟嘟的小脸，很是可爱。2016年10月26日，张雨绮在微博正式宣布与相识70天的富商结婚。今年6月，张雨绮宣布怀孕喜讯。现在，她的经纪人晒出了龙凤胎宝宝，一笔称好，恭喜张雨绮。